好。哎，这是我郭哥家吧？你郭哥？嗯，我们家老郭。对。嗯，你是？我是楼下刚搬来的。哦，郭哥呢？郭哥还没回来呢。还没回来呢。啊。哎呦，你有事儿啊？急死人了！怎么了？他肯定比我还着急啊！嗯，哎呦，怎么办呀？好担心他哟！啊，哎呦，算了，还是等我郭哥回来再说吧。我先走了啊！哎，哎呦，不是，急死了！哎，姑娘，哎，我。行啊，郭大胆儿，你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我回来了。郭大胆，闭嘴！手机是不是丢了？一天到晚丢手机，丢手机上瘾呢？啊？告诉你了，是吧？再怎么样也要勤俭持家，家里在这。喂。我在家呢，有事明天再说。好的。你刚刚说什么？有事明天再说。你给我回来。谁手机？一模一样。啊，不是，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你说。是这么回事，嗯，我这不是买了菜以后，嗯，我就往家走，嗯，正走到楼道里，我发现一个手机和你一样，嗯，我就捡回来了。我说我想教育教育你。教育完了呢？心里特别舒坦，怪不得呢。你每次教育我以后就那么漂亮，根本不用化妆。我知道，这就是教育我教育的，教育我一次呢，就等于贴两回面膜。少跟我耍贫嘴，坐下，有话问你。什么？太去了是吧？对呀。碰见什么人了？哦，你说他们几个呀？他们几个？对呀，现在咱们小区的老太太们跳舞分两波了。一波小苹果，一波滑板鞋，丝袜丝袜。楼下那小姑娘挺漂亮哈。那可不，那小姑娘个儿还高呢。嗯，哪有小姑娘？我是说那帮老太太，人家都找家来了。她找家来了啊？能不能听我解释？不是，你听我解释，是这样的，我不是买完菜回来以后呢，我就发现了这个手机，我就往家走，正走着呢，小姑娘把我拦住了，说家里啊。发大水了，嗯，水龙头坏了，我帮着拧上，我就回来了。完了，完了，就这么点事儿？就这么点事儿？那你刚才怎么不说？我不是怕你小心眼儿吗？谁小心眼了？那你说那个手机怎么着？这个手机它也不是我的呀。这样吧，交给物业去。对，我的啊。我先放下来。别混了啊！我跟你说呀，我也是手欠，没事儿，你说我捡手机干嘛？我回来，我来开门。回来了，小红，谢谢你啊！不客气。你是谁？这是我媳妇儿，我来介绍一下，这是那个楼下的小姑娘。嗯，真懂事啊，上来感谢我。嗯，没事没事。哥哥，你的手机。这手机怎么回事？你落我家的手机呀、啊？我看你挺着急的，回去我好顿找，最后啊，在浴室找着的。不是，嫂子，我郭哥人真好，我让他进屋，他说他人进来就行了，菜篮子太脏了，就不拿进来了。你郭哥是好，屋里屋外一向分得都很清的。对，那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嗯。哥哥，手机，嗯，你留着用吧。啊，哥哥再见，拜拜，嫂子。他刚才叫我什么？叫你嫂子。他还知道我是嫂子？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我是倒叙还是插叙？直叙。是这样的，我呢，这不是买了菜吗？啊、我就往家走，啊、在楼道。看见一个手机，以为是我的，你就捡起来了。小姑娘说水龙头坏了，你就去修。对，你这不都知道吗？那怎么修到浴室去了？它是浴室里的水龙头坏了。
他洗头洗到一半说呢淋浴头坏了让我进去我就帮着修好了晚上我就出来了是吗啊没给再搓个澡啊搓什么澡搓什么澡他洗头迷着眼睛了完了以后呢我给你弄好了以后我就出来了他洗完头就往下洗了呗你怎么知道他往下洗了你这不废话吗洗完头以后还往上洗呀、啊手机是怎么回事你听我解释我从他家出来呢、嗯、我一摸哎呀手机呢我一想我你肯定着急呀我就出去又买了一个这个你明白了吧你等会儿我给你解释啊 你过来我自己捋这个我的对这个那他们家他给送来了是这个你以为丢了你怕我着急你又后买的就是这么回事老公你真好你脸变得真快呀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又来了我跟你说我不是善意的谎言吗善意的谎言那也是撒谎哎呀行了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好不好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踏踏实实过年啊、嗯、来下个饺子我吃我跟你说手机告一段落、嗯、要是再出现一个手机我是你儿子你好你好啊我是物业的我知道这是你的手机妈妈喊谁呢喊我这是我干妈什么血缘关系你先别管他你说怎么回事慢慢说啊情况是这样的嗯刚才呢我在楼道里巡查嗯发现一个菜篮子嗯篮子里呢有个手机嗯我怕被别人偷了就带到了物业、嗯结果一查监控发现是这位业主的你确定是这位业主的确定他特别好认你才好儿子这手机又是怎么回事我不想活了我哎姐他这是什么毛病、嗯、是不是这有问题得上报物业啊一天得犯几回犯几回那得看几个手机啊呀四个手机不是这有钱人也太任性了少说两句吧小伙我媳妇儿待会儿肯定要回娘家帮我把她拦住啊一定拦住她这大过年的哎呀你看肯定说我要回娘家我要回娘家、啊、哎拦住她快你看看四个手机怎么不一起出啊偷炸呢斗地主呢他那个我看你跟她说让她听我解释你听她解释你闭嘴你让他给我解释我给你解释这第一个手机是你的这个手机呢是小姑娘刚才送来了我落到她家的这个是我以为丢了完了以后我又买的这个我真不知道是谁的法院界不是你听我的你听我的我好好给你解释你别着急嫂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去哪儿关你什么事儿闪开嫂子对不起我刚才撒谎了没事儿我早就知道了其实我们就不应该瞒你没事儿现在知道总好过以后知道对那我来拿回属于我的那个在那杵着呢喜欢现在就拿走郭哥大妹子我们家已经够乱的了别再添乱了求求你了郭哥你说什么呢我是来要手机的要手机要手机其实啊我刚才送来那手机是我买的买的买的嗯怎么回事你帮我修完淋浴头一出门说手机丢了我还问你是什么型号的什么牌子的多少钱对不对对我看你挺着急的我就下去买了个新的给你送来了刚才呀、啊、碰见物业的这个哥哥他说给你送手机的对不对我问你呢对这样男的见到他这样都有点迟钝、啊、吃什么顿那他俩说请你吃一顿不用了
所以啊，我就来要回我的那个。听见了没有？谢谢你，大妹子，这还是让你破费了。应该的，还不是你帮了我吗？不是你帮了我。是，老公，你看，老公，别说话。你呀、啊，吃一顿。你过来，小伙儿，结婚了没有？记住，结婚以后跟你媳妇儿千万别说假话，因为说一句假话就要用一大堆话来圆她，知道吗？记住。不要说实话，你说实话，你说一万句实话，只要有一句假话，那一万句全部是假话。明白吗？不明白。老公，你别胡说。小伙，知道吗？家和万事兴，知不知道？家字怎么写？一点儿吧，那点儿非常重要。要是有一点儿就是家，没有那一点儿就变成种，那就是坟墓。我们家。就这四个破手机整的，差点成为爱情的坟墓，你知道吗？老公，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别跟我说，谢谢这姑娘，谢谢小伙儿。谢谢啊，谢谢。哎，这样吧，嫂子给你们下饺子吃。好，我跟你说，我明白了，这四个手机我好好给你们解释一下。第一个是我媳妇儿的，这个是我落在姑娘家，姑娘给我送来的。这个是我落在她家，我忘了我买的。这个是小伙儿捡的那个。那人呢？